知基古巷，门票大人40，小朋友20。呢個景點咧係喺嗰個住嘅嗰間酒店嘅門前嗰度有個宣傳欄，推薦嘅周邊景點，所以就過嚟睇下。古道啊，珠玑古巷，全程1.5公里，來回行埋咧，有時有3公里啊。黃煙客船加长版。姓什么？啊？姓什么？不用不用不用。是导游啊？不用。不是导游。不是。你姓什么？带你去吃啊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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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带几公啊？我随便走一下。问你姓乜嘢，然后带你去你嗰个姓氏所在嘅祠堂去拜。嗱，呢啲就系珠玑古巷啦。啊！呢、這个姓谢嘅祠堂呢、這个庞氏祠堂啊，杨氏百家姓祠堂都喺度啦。赵宗氏祠堂呢度。有没有找到？姓什么？喊老板。我们自己走一下。这太惨了。是啊，要不要买一点？我不抽烟。来，这个雪茄。不抽烟。刚做的，现打包的。不抽烟。买点送男的嘛，男生最出名。你看烟丝啊。我是烟丝做的。小吧，是啊，你看我这里面刚做的，你看现在还没打包的。多少钱一包啊？15块一包。哦，咱买这个呢？这个100块钱一斤。哦，你看一下，今天都卖了很多，一大的卖完，剩下一点点。你看一下，刚切的。我们也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看一下，就是这种烟叶。有烟叶。好呀，烟叶、烟丝，就各种烟。一斤有多少呢？一斤很多的。好、哦。是不是要了？要去。整50蚊啊？这50蚊啦，边啲好啊？你用那个生晒的要考验。啊？这个160的，这个160，这个是哎，这个100块。那就搞50，这个。可以。阿姨，这个要不要这个吗？这个抽烟丝的。阿姨。半斤哦。来，我送点烟纸给你。请啊！六十啊！哦，攞啲胭脂，胭脂。希望不要男们的胭脂过。收的呢？美孙呢？生没得钱给过。烟都自己包啊！哎。俾咗钱啊！哎，我去。那个名片放到下面去。好，60蚊呢度，黄烟丝呢度嘅特产。
哇，这个姓罗的。珠玑古道就是看这样的情况，就是那些百家姓的祠堂，什么姓都找得到。这个刘姓，刘备的刘。这个宗祠纪念馆，又看看。好唔好食？可以加一火腿肠。凉粉。快就算啦，老师爷就太猛啦。几钱一个啊？5蚊啊。凉粉啊？豆花咧？一样嘅。好。没有机器卷的吗？机器啊？啊。就是卷这种就要那种，它是这个，那是空管的，那种就不是。空管。你要带一种那个。买了，刚。这个很亮的。看这个很高档的，对，多少钱一包？这个10块。哦，这不用自己卷哦。这个也是这样子卷的，就是这一种不算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自己卷的。对。这个也是自己卷。卷的。哦，这多少钱？这个20。哦，这么长哦。里面30只有特色呀。哦。只有我们这里才有的。那这里不是开放商开吗？为什么这么急着问呢？还要带点那个卷好的呀，咖啡色的那些呀，这种就亮。这个，10块一包啊？对。搞两包吧。拿两包是吧？我拿个袋。放在我这里面就可以了。放一起啊。嗯。什么来着？这个？香樟啊。好香。可以去味防虫吗？清凉的，自己做的，很香的。那个也是吗？也是啊，这个。哦。你不是在搞那个茶具吗？哎，茶具吗？啊，这个就是，那我给这个里面劈出来给你闻闻。这就是香樟啊。香樟吗？100%香樟，我这个是经常自己做的里面。给我的时候，连皮都刚买了一下，你买一两包去放置化也可以。全身是宝啊。又可以做茶具，又可以。以前的这个皮都有用的，现在没人没收。啊。以前这个皮泡胶了，给你。这个原始的比较好逛，是现代化了不好。那边是新祠堂吗？对对对对，